把握难得的机会，比亚信用着高贵的姿势来甲市场翕相。虽然怪招真济，够市场作家有声不听，不过伊也是尽量配合比亚信的要求，并接触足够大家比亚快乐。市长陪你拍第二阶段，总共有将近700位我们台南市的国中小的学生毕业同学得到市长奖，来接受市长的表扬。但是今天市长，今天同学们的这个花样比较多，有女生要抱市长的，也有男生要这个公主抱市长的，也有女生这个劈腿或是说这个拉筋的，是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弄得我真的是腰酸背痛。不过还是很开心，因为要祝福我们的同学毕业了。每一位毕业生拢用着上特别的姿势来甲市长做回翕相，就是希望留下美好的记忆。因为我本身是学跳舞的，然后之前有在想我会上市长奖，然后要用什么方式的来上场，然后我就想到，因为我也很会小帆那些的，所以我就很想要让自己变得更独特，然后最帅的一场。本场次颁发予东山北河、新亚、柳亚等13各中小以及补校，总共109校687名得奖学生。市长委托祝福每一位未来拢会当继续保持好成绩。南台新闻综合报道。